怀着激动的心情又一次回到我祖国的怀抱。快高兴看看这个老爷子脸立马变得喜笑颜开。后来给他们都抱了，自己抱了。你原来跟他最亲最近最近的姐忘了。忘了忘了，你也不是说最后的都是亚洲吗？现在是凌晨三点，我们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大家都辛苦了，看看这俩小孩也可乖，一觉起床回中国啦。哎呀，两个人一点点都不墨迹。哎呀，起来穿上衣服就走。到机场差不多七点半左右吧，天亮啦。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了，现在我们到了，看看这大包小包，光行李三个行李箱。得先去拿机票，然后从这儿打包行李。那给爸爸拜拜呢，你看看，给爸爸拜拜。给 daddy hug 吧，咦。Hopefully you're going to have lots and lots and lots of time. That's okay. Daddy, go back later, okay? Bye-bye. I'm going to have fun too.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fun.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fun with mommy. That's okay. That's okay. That's okay. Have fun. 爸爸在这儿不舍得走，又亲了一遍，又抱了一遍。小可爱。下来吧，拜拜。Love you. I see you later. Okay. Bye bye. I'm gonna go to the car. Okay. Text me when you get to your gate. Okay. Bye bye. Find your gate. Okay. Bye bye. 登机啦，朋友们！十五个小时之后，中国上海见啊！拜拜。拜拜。Thank you. Bye bye. 下机啦！走吧妞，这就是中国啦，乖乖。China， 上海。一到上海也把都不害怕了，到不到我的国家了，还给我丢啥丢？走吧走吧，俺妹他们已经给外面等着咱了。安芬妮，这就是中国啦，乖乖，这是上海。你好像还没有来过上海是吗？呀，耶，以前我们都是在北京下飞机哈，乖乖。妞，开心不？啊，叫妈妈看看开心吗？啊，走吧走吧走，先过关先过关，还得去拿行李。那大家可兴奋吧，这一会儿可开心吧，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了。哎，是是是，再从那儿过关吧。怀着激动的心情，又一次回到我祖国的怀抱。哎呀，我开心到不行，过关了这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出来再拍。哎呀，终于拿到了，看看我们这三个大箱子。走吧，他说走吧。咦，看看恁姨妈，咦，恁姨妈看到吗，乖乖？这还没有出来，姨妈都看到咱了。咦，你看看孙女激动的，跑姨妈那儿。哎呀，恁老二有了，可高兴，看看这个老爷子脸立马变得喜笑颜开。小蜗牛也看见姨妈了，快点！咦，这个女婿也来了，你看看，你刚刚给他妈抱抱，快点，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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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现在麻了，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哎呦，又长胖了，妞，一把都抱不动了。行了。哎呀，看咱姐抱了，你要我再相见我管。后来给他们都抱了，自己抱了。你原来跟他最亲最近最近的姐忘了。忘了忘了，你也不是说最后的都是亚洲吗？十六个小时啊，风风火火啊，又一次来到。咱这个大上海了，十六个小时，俺十二个小时，风风火火，跑不了。对呀，前天我都开始心里都开始激动了啊！我说赶回来了哈，赶快去接。拜个都一交一个礼拜了。嗯，交一个礼拜了，咱妈是一到最后差着天过啊。老爷子，这终于落地了吧？哎，落地了，踏入国门的，落地到咱中国了，是可开心。上车吧，两位尊敬的。
爸妈一路辛苦了，上车上车上车，走吧，回酒店。妈妈，妈妈。Yes, 乖。The beautiful. 啊，是。Yeah. 那多少块钱？看看，坐在车上可以看看这个上海的景啊。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到酒店了，今天先休息休息，明天呢咱们就出去转一转。OK。然后还有那个，你知道上海有一个很高的楼，它叫东方明珠，它有88层，你有没有听说过呀？在美国。对。有听说过啊？嗯，我们明天去那儿转一转，然后再吃吃上海好吃的东西，好不好？嗯，好。一马给他俩准备了一兜燕窝汤，给这里都是。给妈妈再吃一个呗，乖。博尔塞夫尼企业荣誉出品。哎呀，到酒店了，赶快休息休息。人家坐飞机都能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我都一坐飞机我都睡不了，休息不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哎呀，累坏了。看那个气色还行，没有太多变化，因为我一路上哈，我很少吃鸡餐，我就是喝水和牛奶，喝水和牛奶，然后喝了6罐燕窝，所以整个气色还行，就是眼睛有点涩，就想睡觉。10几个小时啊，你们想一想，然后我们从家出发的时候是凌晨2点到10点，8个小时，再加16个小时飞机，再加下了飞机到酒店1个小时，哎呀，等于26个小时没合眼儿，蒙圈了这会儿已经。我妈从我家拔的花，那2颗花可好，它是蚊子的，它真带过来了，我以为带不过来。又来不让上飞机，不让你出关，他给收走了。人家没事儿啊，带过来了。哎呀，准备休息会儿，然后洗洗澡，晚上出去带你们看上海的夜景啊，再小酌两杯哈。等着我们晚上的视频哈，我们就在外滩呢，很近，所以得先眯瞪一会儿。好啦，朋友们，然后呢，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啊，明天见啊。拜拜，我太兴奋了，26个小时没有合眼呢，拜拜拜拜拜拜拜。